上班了，杨家。我一直上班。杨家，我们俩左脸都好看，你要不在这儿拍？啊，真假？脸吗？臭直男，懂什么？没有，我只是善意提醒。真的假的？好善意。脸还是身体啊？脸。你这是整蛊吧？没有。让我看一眼，让我看一眼。可以。满意，做自己的女王，我觉得好就行了。我也觉得挺好。杨江是不是故意的呀？他今天是不是都说了？没有啊，只说了我是吧？说什么？他说我脸胖了。哎天啊！刚杨江说我脸胖了，我把他骂了一顿。是的，一旦遇到这种言论之后，你就骂回去就好了。Hello， 大家好。耶、yeah. ！吃饭时间。然后我们今天的任务就只有拍摄生血跟拍立得，是不是今天很非常轻松？我觉得今天确实是比起以往的工作会轻松很多，气氛多，开心吗？我觉得你看我像人了又。鬼鬼祟祟，你干嘛？偷吃？吃早餐。这很舒服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们住在酒店，你知道我们住在这儿有多好？好吃呀！那不一模一样吗？什么？卖不动？什么什么？我们在研究一些小秘密。这个小秘密确实不能曝光。叫他两个，快点曝光！好，没有拍。什么东西啊？人家就是拍一些可以发的东西，进来说一些我不能发的东西。怎么样？是不是很坏？就这么快？现在妆不好了，可可。真的吗？对，女人不爱，女人不爱。能播吗？他俩好漂亮。哦，不对，他们三个美女要一起夸。哎，你说眼睛里面还有别人啊？你陈哥，你好。美女要一起夸。杨碧怡在他们俩中间显摆。啊，没有，就很可爱。拜拜。下班打卡。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886。886。哎呀，好装啊！好装啊！好假啊！我装的。哇哦！下班。下班。赞赞，我们今天下班，这里像个庄园。